这好尴尬。你想，这我骂人都得算我业绩。哦。我想要给你们推荐一个蜜姐的。啊，蜜姐那个和那个徐凯那个。对，因为就是很喜欢姐弟恋。我最近也是。就是我觉得姐弟恋很好。其实我最近也是。哇，你好香！哎呦啊，毛老师在这里哦，毛老师啊，对，你以为呦呦？现在看不见大家，我觉得大家好。毛老师，毛老师，你这状态也很刺激，你得这样，快坐，给我坐吧。哦，手机的。Hello 呀，你好，毛毛。Hello， 哎呀，好久不见，老毛。你坐那儿，那显得你那个脸可老小了。听说你今天来不了吧？听说你差点。是呀。哎呀，这个录制就是多少就是有一点委屈二位。哎，我问你一下，毛老师那衣服我为什么没有啊？哎呦，不可能没有了。他穿的是咱。发乱了吧要？孟老师有吗？我都不乐意穿。哎，今天这两位啊，时尚品牌主理人俩老板今天坐着了，我的都是舔着脸跟人要，天天。我感觉你要的刚才挺理直气壮的。啊、我是这样人嘛，这不就？你把你脱了，闪送发过来，一共就一件，是不是？现场脱。啊，你带啥了？我带了一个。那你来就来吧，真是，还一人拿件礼物。就是我买了一个香蜡灯，然后我上面是刚刚写的毛雪。旺哦，然后这个是哎，狗呢？狗没在，我都没在，狗去了还能？我那个什么，我出门呢也比较仓促，然后呢我就在我们家门口给你买了一个我吃了20年的那个酸辣粉。这种朋友你还交？不是真的，他都来两回了，来两回了，真是来两回了。不是因为什么，咱这不能空手走。你看你来了，毛毛还吃不到。真的哎，我看海涛哥给你们弄那个今日高兴，我觉得特别不错。哦、一会儿我能拿走吗？你想得美，啥也不带还往回拿。哎，我发现啊，第二次来的朋友，就开始想往回拿。像我这种朋友呢，就可以常交。真的，你常来。这不是一般酸辣粉，毛毛，是我从初中就开始吃的，我觉得特别好吃。我给你们煮去一会儿啊。他还要煮的呀？你煮的能吃吗？哎呵，你甭管了。我跟毛毛认识的那次真的蛮好笑的。怎么说？人太多了，大局啊，人多到我没地方站。然后不小啊？不，也不小。他们的世界杯认识的？几百。我反正我是在躲，应该是在沙发的后面，一般都会有一个那个台阶，是多出来一个藤，是正好够你的屁股的一半，可以扣在上面。扣在上面。然后我坐在那儿，等我反过去看的时候，发现毛毛在这儿，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躲在那儿讲了一段时间的话。哦，这么多人呢？哦，各方各面的朋友全去了，就是五湖四海的朋友，真的是。哦，你们仨都是在那一天认识的，算是吧？应该算是吧，毛毛。对，算是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他录的那个节目刚杀青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是真的好吃。也有个别不好吃的。完了，你们在节目里就说不好吃吗？本来我们吃到好吃的是这样，然后或者是老肖直接就是肖金城，老肖就是，是直接是这样，就是好吃的。然后我们当吃到不好吃的时候就这样，那但是需要你们说它好吃吗？那形容美食老难了。对，他比较统一了。你给大家表演一个吧，比如你吃西瓜特好吃，你一般都怎么弄来着？哎呀，哇，天哪，这个西瓜真的，它是来报恩的吧？我的天，完全甜到我心坎里，说怎么会是这样的？毛老师，您是这样、哎、叔叔。你种这个西瓜有多少年历史了呀？不是，完全甜到我心坎里，这种话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能用嘴说出来的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不录节目了吗？我最喜欢用的那个形容词应该是那个，这个西瓜怎么不经过我的允许就溜进去了？我吃这个豆腐，这豆腐为什么没有经过我允许？那么嫩。怎么就一直惊讶呢？一直吃食物就很惊讶。就这我们一块录节目，还是他嫌弃我呢？他嫌弃你什么？他嫌弃我就是吃的太多，然后嫌弃我那个了。
他是吃到人家真的毛毛，我真的跟你不夸张的说，就是摄影组大哥全走了，灯全关了，就是我啊。我看这他特别好吃那家，就大家看这个节目录制的长短，如果录的时间特别长，就是好吃是吧？我跟他昨天一起搭的飞机坐回来的，嗯，他一整个就是无法自理，为什么？在看球，啊、哦，是是是，他就是，把那根拉着是吧？啊，不是你对对，又撞墙上了。哎，球迷有什么应援方式吗？什么就是诋毁嘛？怎么说？诋毁那个对方的那个球队嘛，就是这样。他跟其他领域差不多，其实感觉。对。但其实从哥们儿来说，我觉得互相的诋毁是加一个引号的，其实就是互相调侃嘛，闹着玩。对，拿我们单位来说，比如我喜欢阿森纳，嗯，就像郎赫岩啊、尹航他们都喜欢那个曼联、嗯，完了顾麒麟喜欢曼城，就都在英超里头嘛、啊。然后我们其实也有英超群，比如说啊，这个曼联一把阿森纳赢了，嗯。完了，一般银行就跟郎和岩就在群里艾特我，害怕了吗？哦、oh. ，就害怕了吗？曼城赢曼联，然后大连也是这个。嗯，嘉哥，你看球吗？我比较少，因为我看球我只看帅哥。比如呢？哎，有没有就内马尔啊？哦、oh. ，帅啊！是内马尔那下飞机，内马尔那个类型，他一下飞机，哇，那个造型，那首饰，那包。那你就喜欢巴西呀、啊？没有，你知道内马尔是巴西的吗？我知道呀。啊，知道。杨九龙，你这个胡子，我真的，你知道那天我想说，我在化妆，我自己一边化妆，我就想点开毛选王看一下，我没有看到后面名字写着是什么嘉宾、嗯，然后结果一敲门进来就是他胡拉拉叉的，嗯，然后全都是胡子这样呼出来、嗯，然后我说，哇，关掉了。为什么？妈，这么吓人啊！为什么呀？他们是因为胡子给吓的。对，你怕胡子，怕他长胡子。哦。你俩看着得认识十年了啊！实则认识多长时间啊？实则我们俩认识一年多吧。对，一年多。一见如故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现在还没故呢。完全没有。总有人问我，你跟九郎是不是相爱相杀？我说绝对是相杀，没有相爱。为啥？那你我瞅你俩可不错呀，就是感觉你俩都是那种人缘非常好的人。啊，对，孟老师反正是。我在朋友做朋友的那一方，我比较主动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会主动提出说，哎，这段时间大家要是对吧，行程都没有那么忙，那就大家一块聚一下。然后我就直接是先问好、干嘛，然后就在群里面甩，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有那个。好，这一家没有什么人，然后我就打电话预约。全部给他办好，吃的买好。你是那种包办的，朋友拎包就能来的一条龙，啥也不用操心。对，制片那就是那种制片，对，还制片。主要是大家都忙，就一个月或者半年可能就聚这么一次，然后我就把所有的心思全部放在了这个上面。我感觉你也是，是吧？就是张罗完了说咱们哪天要吃饭。对，有一次我们在剧组吃饭。他说先排哪天谁谁谁没有戏，能把咱们全凑齐，完了订一个餐厅。因为我是统筹组的，对，一个统筹的，一个制片的。哎，谁跟你俩做朋友太幸福了。那次是因为咱都拍着呢，然后有夜戏什么的，一顿统筹。然后孟哥，咱都哎不知道是谁今天晚上能吃，哎正好赶一个，有一天都能吃的，你就都最好别落下呗，一块出去吃顿饭。这个事儿其实可难了，就是统筹啊，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其实非常难，尤其是你朋友不管是啥，就是你涉及到你要替大家做决定的时候，或者是这顿饭是你张罗的呀或者啥的，其实特别难。我很多时候不愿意过生日，就是因为我怕张罗，我处理不了这些事儿。因为如果是大家就是为了祝贺你的生日而来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找什么地方能安置一下这些人呢，几点呢，然后应该什么节目啊。我也特别怕，我就张罗一个事，我不好玩剧本杀吗？玩剧本杀一玩得6个小时啊，你能把这些人的时间稳住也很难。 对，因为这是那个他那项目的。然后对，第二呢，就是一个剧本杀不好玩的概率远远超过一个餐厅不好吃的概率。我跟你讲，我经常玩到一半我就很绝望，今天我不应该组这个局，因为大家都有一点，对，就大家有情绪，什么玩呢、对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得调动大家情绪，哎呀不要难过，我们看后边有什么，这好吓人。但我的解决方式就是，我一般临时组的局的这种剧本杀都我一人出钱，
因为哪怕不好玩，至少没让你花着钱，是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就不能有怨言。我再也不想组织，我可难了，制片太难。发起者、这个事儿特别难，对，因为你扛很多压力。对，有没有那种你们组一个局，完了人家带不认识人来的？有，真有。如果大局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带吧。就小局呗。如果是小小范围的话，怎么也得告诉一声。对，肯定得说一声。但是你们敢拒绝吗？就是说啊，我有个朋友想也跟我一起来，方便吗？你会说不方便吗？哎，我会直接说。哎，我试图说过，但是还是觉得算了。就是我有朋友要带男朋友来。哦，是吗？吃饭，啊，然后我就说，我们姐妹也很久没见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帮我也带一个。然后呢？我说，我觉得我们自个儿吃会不会更加舒适一点？我就会再把这个问题抛给他。你这跟不行没有任何区别，加长版的。你知道吧，我们也经历过，就是你带对象来，然后他对象夹夹白白的，你知道啥夹夹白白？我知道，就是有点扭扭捏捏的，完了磨磨唧唧的。对，然后吧还老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搁这玩聊天聊挺好的，完他就非得挂他就他对象带来的，就非得这样就挂着，然后俩人在说悄悄话，然后我们就要不你俩就走。就本来咱们是一个朋友聚会，完就你俩在那腻腻歪歪的，完了好像我们能抢你对象似的，谁稀罕你的对象啊？你知道吗？我还有见过那种，就是我们几个人在一桌吃饭哈，就是这男孩和这女孩，他俩就处对象嘛，然后他俩在那发微信啊。那你说能发什么？不就是在讲我们其他人吗？对呀、没准俩人吵架，发点你们坏话呗。我估计，那你说多让人误会呀、这种不得行，很不礼貌，没有眼力劲。完了，不一会儿，那男孩就说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他就那女朋友就想走呗。你作为主人来说，你说觉得啊，是不是我们没有招待好，或者是今天是不是仓促了、唐突了，或者有什么话说错了？就其实你见朋友对象，其实你也很紧张，你怕就是招呼不好，人家对你一个印象也不好。那个会有人跟你借钱吗？那个、真有啊，真的有。你看毛毛震惊了。哎，现在还有人给你借钱吗，毛老师？也有，但是我通常不会借。你是怎么借钱？怎么突然间一激灵呢？我不行，是真的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借钱。为什么？他还你呢？他如果是隔三差五就借，然后借再借再还，我感觉这种也不太好。他拿你倒信用卡呢，感觉真的。我前天还借人钱了，前天我就对，我前天正好那个我高中同学跟我特好，然后就跟我说想干点事儿。这个观念上面，男人跟女人真的很对。然后其实，然后后来他跟我说了一数，然后呢，我说我就不给你那么多，不借你那么多了，然后我就给他另外一个就少一点数。你能承担的数。对，然后我想的就是这钱我给你了，我就不打算要了，就是。对吧？就我不是不想要，我想要，妈不想要。你要抱着这样的心态，对，这心态是这样的。我感觉我每个朋友都有很多再也要不回来的那种外债。我跟我一个朋友，做过一个约定，就是在自己的身上给对方留一笔钱。哦，这是我们永远给对方留一笔就是救急的钱。哇，你们这个好浪漫。我以前特别焦虑，怕家里遇到什么事儿，然后。看病啊，得什么大病啊，然后着急用钱，他又说你这样，我这里永远都留一份这个数额的钱给你，然后我就也永远留一份这个数额给他。这个真的很好，就是你有一个这样的朋友，你心里会踏实很多。就哪怕我走投无路了，那这个朋友，我俩不可能有一天都倒霉到我俩都没有钱治病。我觉得只要能保住一个人，另一个人可能至少就可以。有一线希望的那种，对，这样让大家又相信友情了。我觉得就挺友情一直都很对啊，对，那我昨天还遇见一个特别尴尬事，就是我朋友跟我说我要结婚，我说恭喜你，但我没随礼。不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，我完全不知道要随礼这件事情。我不知道结婚要随礼？不是，你光吃啊？我去的话是肯定会随礼的啊。我也是，但是我的朋友都是发给我请帖，然后我说哇，恭喜，我说你老公挺帅呀、啊，恭喜啊，恭喜！然后就更不想随了。我说这不是对你挺好的，我说这么快你准备结婚了？他跟人聊上了，就大概前两天我才知道，原来微信上发了之后也要随礼这件事情。对，还是挺恨微信的，现在给原来就是给也不是分什么人到礼到，人不到礼到这种的，人到礼到你要随的更多，人不到礼到的话。
你就少嘴点就行。就有的时候你感觉你俩没有什么交集，完他给你发请帖了，这种礼要随吗？那得随。你随多了也不好，我感觉随少了也不好。你不用随多，你就随个正常数呗。我就不知道啥是正常数都。哎呦我真好。这个我跟你说，上回我参加婚礼我非常近期。你说。我研究了这个事，我就想说，我说这个东西我到底随多少钱，因为没随过。后来他们告诉我说，你问那个你们一起去的有共同朋友啊，然后你们问大家都随多少啊，然后我一问发现大家也都在问他、啊、都不知道该随，不知道怎么，就是大家都在互相商量，但是总有一些人他是更有社会经验的，他就会说啊，我们大概是随多少多少啊、就随这个。当天嘛他们有人寄那个礼金哦，然后就大家其实带现金的人很少。嗯、哦，我后来行，我就说我再后来转账吧。然后他们那天快结束的时候，我那几个共同商量的朋友告诉我们，他们又多随了多少多少钱。我说幸亏我没随。啊，这竞争这个不行。基本上我要是随礼的话，我一般就问问九龄啊、哦，为啥呢？问九龙，问周九良、哦，因为我们是兄弟啊、哦，所以我觉得就咱们就差不多，不多 对，基本都是那数。嗯，就大家都不会显得、嗯。不好或者显得好，但是我们要学会一点，学会人家给人家发，人家微信发了请帖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学会随礼，一定要随礼。还有就是，万一有一天我们结婚了，没有一人给我，咱俩互相随。今天咱们四个做一个见证，然后咱就说好了，是吧？然后都随多少，俺们至少就商量一下，是吧？我到时候肯定跟毛毛随一个数。嗯，我想喝一可乐，喝百事，那里有。我也喝，要无糖的。秦啊，你家这么多可乐吗？啊，你家老多了，拿一箱走啊，拿一箱，拿走，拿走，然后干杯。干杯！来吧，看电视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家哥孟家，欢迎来到我家。然后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首饰柜，现在我是你们的柜姐。哦，好多，哦呦，我真的超级多。你会淘那种？对，五浊呀什么的，不一定是都是牌子的。下面就是一些还没有开封的。哎呦，你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你这盒可爱类型、啊，是我的风格了。我其实今天也带了。你还带了呢？我带了，来吧。这是我这一次出差。带的一些些而已。嘉哥今天带，哎呦，哎呦嚯，哎呦嚯，然后一些什么手链啊，哦，这个好看。然后这边是耳环区，全带来了。对，我全带来了。哦、这是什么？这是，你猜它是耳？这是耳，我想试一下。这是耳环。你有耳洞吗？我有、啊。有。我现扎耳朵眼儿啊！我在又往里扎呀！我吓人，真有意思。是我这个带着创可贴呢。我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录制，我会把这些。饰品全部摊出来，然后看着衣服配，就喜欢往身上挂。全部，哎，好了，你是又扎了一个？哦，还挺好看，真的假的？还真挺好看，还挺好看的。风格是十盒。哎呦，快，不行，这件，你这袋儿，我袋儿没事儿，这首饰，没事儿没事儿。你宝宝淹了，你没事吧，毛毛？毛毛，毛毛被可乐淹了，毛毛。还挺好看，我把那只也带上。真的好看，看见没？哎，不错，真挺好看，挺好看的，是不？真挺好看的，对。是不是大耳环能显着脸小点？能，就来这个吧，因为我这个我们可以给最低给了七折，好吗？最低给到七折，你太……还有啥？还有啥？这个适合你今天。这能不能戴上吗？我脖子粗啊。能戴上。这个我们也可以，给了七折，是不是？哎。是不是我这个衣服滑跪起来了？你现在跟这个场景有点格格不入。但我这个毛衣很那个啥呀？你看我这小毛衣。九郎带个这个吧。好啊，我来一个这个。哦，你这正好带麦上了。你到时候你那收什么的？嘎嘎嘎嘎的。我有点改 choker 那个。是的，你脖子还挺厚实。哎，彩色的杨九郎，怎么样？我们俩。哦，我真有点看不清了，现在眼睛。那算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我觉得，哎，毛毛低情商不好看，高情商，我现在有点眼睛看不清了。一定是好看的，一定是好看的。哟，慢点，都挺贵的。没有，都不贵不贵。这都是真钻吗？不是，真钻不能往这拿。你应该问一些设计，什么贵这那的。我看不，
就我这种审美，我懂什么设计。我说，哎，这个是不是贵？这种也适合。哦，这是耳环啊，这好大呀、啊！这个像那种少数民族的。我那天戴这个耳环，我在那个飞机上还是干嘛？我就口罩是遮着的嘛，然后我就戴，然后后面有小孩说：“妈妈，他的这个耳环，我是可以用手抓住的吗？”就是那个公交车的那个手把，该体操了。我是用手可以抓住吗？但你这真挺像，你这能真的很像。还有电视吗？有一个，我想要给你们推荐一个，蜜姐的，啊，蜜姐那个和那个徐凯那个，对，因为就是很喜欢姐弟恋。我最近也是，就是我觉得姐弟恋很好。就是我最近也是，我去年不行，今年可以的，欣赏一番吧。我跟你说，喝多了酒就不要出去跑了，这么晚了，这样很危险。嗯，还有，恋爱工作是好事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嗯、关心的很详细。哟，秦律师，我要吃包子。来了。工作挺重要的。啊！来了！我现在我看不了人吗？岁数大了。哎，我现在的表情是什么呀？毛老师老淡定了，毛老师。毛老师卡了吗？没有，还好，就是姐弟恋现在非常的流行。嗯，弟弟很想找姐姐，姐姐也很想找弟弟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哎，你们说这我没看过，要不给你重要，你是老爷们儿，给你煮粉去吧。大老爷们儿没事儿，也可以。要不把烤肠烤了呢？行，我给烤，你告诉我在哪，我弄着了。是吧？我俩先聊一会儿。关键我实在插不进话去。我发现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姐弟恋。对。而且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觉得弟弟反而更能照顾人，他愿意去注意到你的小心思。但你们说这个都是谈恋爱的层面，如果想要俩人在一起呢，结婚有未来呢，未来才会选 PC 小的。如果真的像电视剧里杨华这样子的，我觉得可以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呢？他就是在家办公，然后把家里收拾得很撑头，然后也会做饭做菜。我之前谈过一个年纪大的，嗯，然后就是他比我大6岁，嗯，然后我以为我会被照顾得很，很妥帖，嗯，但是也其实相反，就我是一个本来我就是一个付出型那种性格，所以我在感情里面也付出的时候就很累。我跟你讲，这人会不会照顾人跟年龄大小一点关系没有？对，就是男生年纪越大，他还是小孩。啊、哦，多大岁数也不行，而且他岁数大了事儿还多呢。你给岁数大的人道歉，对不起。岁数大的人先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选。岁数大的人先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说的是我谈过的岁数大的男朋友事儿还多呢。我们绝对不是说所有的人，这个水平一定要我们是带入自己的那个情绪了，就对我们过往的一些经历。嗯，那你上次为什么分手呢？太远了。怎么个说法？新加坡。哦，那是有点远。很远。那你俩多久见一次？我那个时候飞的还挺勤的，而且就也经常几乎都是我飞过去。他为什么不来找你呢？好问题，我后面也有想过，这个无法去评判，这个我也不会去说，好像次数多了，所以就付出的多，这也不好评。对，你感觉咱俩有点狗啊，咱俩就坐在这儿，然后他一个人在那厨房里。啊，其实这样就是姐弟恋的。现在暂时把我们的眼睛蒙上，想一想，如果杨九郎是个弟弟，那很幸福。那个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但是他人真的好，我觉得他真的是，他是那个每一次在饭桌上，我们需要有一些可能要吃饭前一定要开，假如说可乐瓶，他会先悄悄的把我那瓶拿过去，打开放在你这儿，对，他也不会说。我觉得九郎真是我认识的就是那种前三好的人。嗯，就是他性格也好，然后对朋友也好的那种。有种好香啊，咱俩看看去吧。你说去看一眼呗，瞅一眼，带着毛老师去瞅一眼。毛老师，咱们去看一眼。杨大厨，哎呦，香啊！哇，哇塞！哎呦，这个是现成的还是？现成的，是自己现成的。一会儿把那豆腐撒上面。
啊，那一会儿毛毛你要不要再点点吃的呀，要不然我们一会儿吃酸辣粉的时候你得看着我们吃。没事，哎，毛毛我给你留了一份。我也可以不看。他说给你闪送过去。我给你留了一份啊。哎呦，下次吃。哎，别人都说来你们家的话吃喝都管够，你们有没有那个冰的百事可乐啊？不是，那我们家能差这种事儿吗？咱这个百事可乐无糖有青柠味的还有原味的，你要哪个？我来个原味的吧。行，你拿去。来喝。哇塞，干杯。干杯。啊，爽。百事无糖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喝。这酸辣粉可太行了。嗯，欢迎李水仙，赶紧到谁家？到谁家？盛情邀请，毛毛干杯！欢迎毛毛，干杯！我现在已经上科技了，我不是拿手举的，没看我这儿。哎，毛毛，你换了个角度之后，你变瘦了，上灯了，因为哦，毛毛，这个肠已经烤好了。哎之前让我们感谢一下谢霆锋先生，谢谢霆锋老师，谢谢霆锋哥，谢谢杨九郎烤的肠，因为爱所以爱。哇，哎呦，这肠吃的可得好好逼真啊，好香呀、啊！妈，这里面肉也太实在了吧！这么脆，我都听着了，嘎巴一声，你咬那个肠。毛毛，你馋吗？还行，馋有啥招？这回到货多少箱啊？你想拿家去是吧？我拿一两盒还剩吗？剩。妈，起了元宝。起了元宝。元宝没在。你要不让元宝也出个镜吧？咋出？我看看啊。你们抱起来。哎呀！哎呀，嗯，别听。咱们节目最打牌的艺人。元宝。行了，哎呀呀。看一会儿得了，哎呀，元宝以为你要亲他，元宝，他听不见我戴耳机呢。嗨，这一腔热情，下去得了啊，玩儿。嘉哥，你现在你跟妈妈住在一起呢？你爸妈从。湖南过来成都就是也没有，就住跟我住一块照顾我，就是那种我睡着然后睁开眼我就有吃的，哎，那老幸福了，真的好幸福。但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点不太习惯。那什么呢？就突然家里来了一个管你的，我妈就会跟我说，哎呀太晚了要睡觉了，或者如果说我跟我朋友在外面玩，她就会跟我10点给我打电话说你该回家了。你到这个年纪他还这么管呢？之前的时候，那我妈也挺有意思的。我妈，我也幻想过一睁眼就有饭。我一睁眼，妈有饭吗？那咱现在点，现在点。现在你吃啥？咱俩现在点外卖。哦，还是吃外卖。对，我妈就是一手点外卖。完了，有时候我早上起来，我说我饿了，你饿不？她说啊，我那个早上我吃了。我说你什么时候吃？你没想着带点？没有。她说你那玩意儿带回来就不好吃了。是。但是他要是来北京看我、嗯、因为我们家住4个人嘛，就夸夸给我们做，嗯，那可幸福了。他俩来那一礼拜家里收拾做啊、嗯、对，收拾的好干净。毛毛呢？哎，你爸张罗来北京看你吧？我爸没有，但有段时间我老姨不是来了吗、啊、他不来了吗？哦，老姨。然后我老姨其实是来北京那个检查身体、啊、但是他在那段时间就是天天来我家做饭。哦，就是想说如果我是住在有亲戚的城市，或者是在有长辈城市，或者在老家、嗯、是可以这么过生活的，就是日子可以是这样的。那也挺好。那也挺好的，就是你不用想你自己每天吃啥。对，这是最好的。他们能张罗好一切了，给你张罗好完你今天你就吃这个。而且那些菜吧，你很多是你外边其实点不太着的，是，而且好多是老家的那种做法。嗯，特别理解你们，能就是你们是离家在外，你像我基本上没出过家，对，我学习然后工作其实都在北京。嗯啊、嗯，
之前我爸妈不在湖南的时候没跟我住在一个城市的时候，我就会以我就比如说情人节我就是定一束花回去，然后我也不会写任何的名字。嗯，然后他就会晚上我就跟他说，哎妈你今天吃什么了呀，他说我今天收了一束花好奇怪没有名字。那你这样最好跟叔叔也说一声，别到时候你不说啊，那叔叔以为是别的叔叔送的。对不对，夸张，对，你最好也跟叔叔说一声也。没有，但是不是没有，不是，就是年纪大了，他们说不要这些，但是他们收到的时候好开心，对，像小朋友一样，嗯，还在炫耀，朋友圈炫耀，嘴上不要，嘴上说不要，怕破费。你讲讲那个，嗯，你说你喝多了，你妈在那看着你，哦，那个。我有一天喝多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在吵着，我说还要出去玩，喝多的人都是嘛，还要出去玩，我还要出去玩。然后我妈厉害了，怎么着？她从她的房间把她的被子拿过来，在我的床上躺着玩手机，我跟她说什么都刀枪不入，完全不理我，装没听见，就守着，就守着。然后我就这样，我真的不夸张，妈，你看这个节目，你不要怪我说出来了哈。就他在躺着，然后我不管，然后我32岁了，我不用你这样守着我，我不会出门。就给值夜班了，给我气的那天，我当时我真的觉得我还是小时候的那种，就以前小时候我没有做过的行为，突然在他们眼前面前做的时候，他会很惊讶。对。每次我在家自己想喝一点小酒的时候，我妈会每次都会很惊讶，你要喝酒啊。你忘了你第一次见我妈，我妈喝一瓶白酒上去，真的光灌你妈来着，我妈自己啊，没灌，自个儿灌自个儿。对，我妈跟毛老师是一样的。啥呀，这是就上台太紧张了，完了说那个我先2两3两吧，那个酱小白你代言那个酱小白是几2两半是吧，2两半吧，啊，我妈自己揍一瓶完上去的，要不紧张。那然后上去接话接得很好啊，上去完了就是能说话了，要不妙语连珠啊。对，其实有的人其实是喝一点酒还是不太一样，是，嗯，会稍微放开点。嗯，你爸妈会叫你回家吗？从我家回我妈那也近，就一走两步就到了，然后也就其实就跟住在一起也没什么大的区别。嗯，然后刚才突然孟老师就说这他们爸妈看着他这事儿，嗯，我觉得其实就是前两天看的《人世间》嘛，那个雷佳音老师那个角色里面有一句话，就说我都40了，我都当爸了，还有我爸打，多幸福。就其实这个事儿吧，它其实就是人生的一部分。我跟父母的矛盾其实也是我们之间感情的一个怎么说糖点，对吧？这都是我们值得去回忆的东西。好，总结得好，那我同意以上杨九郎先生所说的全部观点。好好好，你再说一遍。拍照，我们拍个照呗。我们就是带你来这，现在老拍了嘞，真的老拍了。我跟你说话老累了，我真的。你在这儿，你往这儿。啊，你在这儿吗？那你给我聊聊好了。因为我几次就是见到私底下见到毛老师，都是毛老师都不是一个很清醒的状态。你曾经见过有人就是坐在这儿讲着讲着话，然后这样哭出来？我知道。谁呀？我没有。是吗？是我没有什么。我都不知道。你当然不知道了。要不然告诉你，再告诉所有人，这是疯狂遍整个树林。因为你的家非常整洁，那个床上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整洁的那种。那段时间肠胃不是特别的闹的。应该是因为肠胃。那个时候我心情很不好，就觉得情有可原。为啥呢？我聊这些也挺明白的。为啥呢？为啥心情不好呢？工作上遇到一些瓶颈，始终是创作上有些无法突破，就困在一起歌迷啊，粉丝关注，就是深深的自己。希望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。你俩谁用假？我肯定不假，我是刚来做客，我才不说谎话。有点太不假了，真假的有点早。你喝多了吗？喝多呀。有一次我俩那个进的呀，对，进游戏，就咱们在那块屋里喝酒，你拿了一瓶酒去，几个女的，对，几个女的，那次我们喝了，喝了32，我姐说那个我得走了，我还有别的事情，我还有别的事情，你还有别的事情吗？
很像道上是要喝是吧？不行，我不喝，你也没这酒。我都记得我把酒拿走这事儿了。我前两天刷到的，说有一个人家里养了15只黑猫，我就在想，如果就是你们家里有15只黑猫，你会给他们取什么名？就是不叫，我就不会，我不吭声。可是你家有15条鱼。鱼还得起名吗？说老鱼吗？啊，怎么了？你不能尊重一下鱼吗？你好，你给鱼起啥名？钻错山雕。说有一个鱼，它特别喜欢往贝壳里钻，然后就让其他人、其他的鱼钻到贝壳里，就叫错山雕。还有呢？还有一个鱼，就是性格跟鸟非常像，那种鱼丸。鱼怎么能跟鱼丸？就是人一去它就啊，就是叫鱼好主动，爱搜救。碰杯。啊，把那男老在撞那个表。干了，碰杯，干了。因为我这个节目是在家化妆，每次化妆师来我家化妆，有两次。还有准备好？他就有点准备好。3百了，3百。对，后来有一次是别的同事在化妆，他又准备好了，非常非常失落，你知道吗？马上就赶紧哎，我要走了。让他姐回笼子也回不去。你想一想，这狗真是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有点飘了。跟我这过程理解吧。画画是你从小的爱好还是你最近的爱好？从小，那真是从小。我小时候想考画画的这个校，我妈就跟我说，画家都是死了才有名。也有。她是这样骗我。然后我说有道理，好像就没考。你现在已经到画墙的地步了。就那个朋友家呀，你不觉得看他们家那么干净，你就老想把那么脏吗？就因为你肠胃不好，那天很不舒服，所以就不太记得这件事了。我们大家画画吧，那就画完整。我拿一个春天的颜色吧，那我就。我给你挑个黑的。哦，挺稀的。哦，好，我的朋友。哎，我觉得这种好治愈啊。没想瘦，感觉瘦就是。治愈，治愈，用点点液。好，不会画。我是一点不会，我可以照着你。照这个。画桃花吗？啊，这咋画呀？哎，那个，我想画姑娘呢，先画吧。你自己亲手画一个。画姑娘。现在是小叶子准备干什么？谢谢叶子，哎。往这墙上画，我真有点下不去手。那你这样，你这几个心就非常的直吧？直白的，相当直直吧。我写个爱我。你爱我？求求了，嗯，谢谢。王老师送我一块水晶，这么大呀？他希望你特别横，我意思了，桃花特别横。你说那现在这水晶得5斤？没有，自己买的呗。哎，我画一个你送我那个水晶。好的，挺大的。哎，画起来挺像的水晶。是吗？这个更像。哎，你还挺有天赋的，真是细心的观察这个水晶，观察挺长时间，真挺像。水晶最近心情不太好。他送我水晶的第二天，我就失去了我的爱情。然后他也是立刻那个啥挺好。就是那个节奏没到不对的。对呀、啊。这是好事啊。而且你现在也不一定那么把话说死。你现在还在火焰山吗？没有。在这儿呢？没有，很富的。我太想亲父了，太想亲父了。那我给你讲讲。来。说感觉。你形容一下吗？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件事情。正经吧，他可能自己有些原因，没有想要进入到新的一段感情当中，太快。我觉得这都是扯，你看看。我觉得啊，就释放出来的那种信息，可能很容易让人误会。他对表白就没有那个明确的把话说死。对，就是有点像开玩笑似的那种。那你问，你问他是你的话啥意思啊？展开说说。对，我问了，就我就失去了。明白吗，姐？你给观众带来欢笑吧，让他乐。嗯，这个有点惨，就有的人没法接。这男士，你先给我站出来，你告诉我到底你是怎么想的？
就赖马哥，你要赖马哥，你又赖人家。马哥今天穿的我，又问马，展开说说呗，哥，为啥呢？啥意思啊？怎么的呢？但他就不是这个性格。那继续当兄妹呢？我就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。原来咋说以后还咋说呗，梦想呗。哎，哪天你让我去吃那饭餐厅吃庆子，走了吃饭吧。没有。不是，我就说聊天儿。我说话，我说话。我说那天你带我出来带我去那餐厅，那餐厅能不能到？我今儿出来。感觉有点长感觉了。这个节目啊，就靠我们俩自我暴露。我们俩今天，一个暴露自己说出来吐了，一个暴露成为学生了，一个暴露自己恋爱失败。恋爱失败不是啥大事，但也不丢人的说辞，能勇敢爱呀，这个媳妇很难得呀。我不咋勇敢，本来这马哥撺掇的。谈恋爱不是需要，就是需要勇气吗？就是需要一些冲动和一些撺掇吗？我们有一个人要勇敢迈出那一步吗？万般是伤痕。内力，来送一雪前桃花朵朵。谢谢，可看一看一个。我确实挺喜欢。他拒绝我了，我也不喜欢他。太喜欢他了，老喜欢，老喜欢了。能好建议？因为我不太懂是啥行为。因为如果是我对这个人没有兴趣的话，我不可能一天到晚聊天聊那么长。需要倾诉对象啊，但是又不想谈恋爱。嗯。那么请问我现在的选择应该是？先注意自己的 PV 吧，然后也别被一直钓吧。嗯。就是别跟他借钱。嗯。嗯，我应该有跟他借钱，然后专注一下自己吧，考虑跟他结婚。你没有这样钱，就是我很喜欢他，然后他不喜欢我，也会有啊。跟中国人联系吧。有啥可联系的？说啥？我没自己的生活吗？我没自己的事的？我没自己的朋友吗？我可以做的事多了，干嘛非得时间花在你身上？不谈不谈呗，认栽，我认，我撤。祝你开心幸福。如果是我，我就这样。反正我最近一段时间还挺相信啥吸引力法则的。我也是。对呀，就是你得先更好，然后才能吸引来更多更好的能量和气场的。我觉得。我感觉很多事情就是你一说出来之后，就不太好。谈恋爱有啥事不能说的？就比方说，我希望你干什么事能告诉我一声。你可以先告诉他看看。不对，我今天去这个，我今天，比如我今天去干这个，你看那个天气好看吗？然后你看这个树好看，我觉得谈恋爱就是这样。你看这个树，然后现在天气真好，我还跟你一起游玩，就类似这种。是的，那就是真的很长。我不回你呢，你不说。你告诉他理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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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理我。我是不是这样？没办法，理我，理我，理我。你看这个树是不是很好看？夸我，夸这个树，一起夸。就是可爱的人才能这样吧，我想。那不行，每个人都是可爱的人。我觉得跟你谈恋爱会非常甜的。如果你谈恋爱的话，你不会什么都会想跟对方分享吗？那我们都不嘴硬，就要隐藏自己，好像不是那么。需要爱呀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其实不必的需要，但人家真正的就是嘴甜心硬的人的感觉。那我也不是，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说谈恋爱的话就是要分享。我觉得分享欲确实是爱的表现。好多时候我都觉得你在告诉你们，就是相当于我想你。对呀、啊，其实就是要真想知道吗？我是觉得谈恋爱没有那么费劲，没有那么的。你可不费劲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我是觉得谈恋爱就不应该复杂这个事儿。那比如说，如果我谈恋爱的话，我会想说，哎，人家会不会嫌我年纪大？人家会不会觉得说是因为我有钱才跟我好？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是因为我是杨幂才跟我好？那我要天天想这些，我不累死。所以你想过吗？曾经想过，从来没有想过，甚至就想说，如果他是因为我有钱跟我好的话，我太开心，因为我有钱。就是这种。雪琴，你跟啥？如果他喜欢我是因为我有趣的话，没错。对，我太好了，我有趣啊。对啊，没有吗？没有，也不用完全说他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喜欢我。如果他是因为这个事儿喜欢，说明你有。对，而且这还是我的优点，那怎么？你俩是两个选择。至少显得我是爱情高手，爱情三十六计。二零四吧，那就。好的，让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会电视吧。来，应该是马哥说你那段。我算爱豆两个表情，一个是流行电影，一个是蜜姐的苦笑。你自己不用自己吗？会，是。老子能回到一句话，今天你努力了吗？因为我每天都会给马迪发，今天你努力了吗？他
他们努力了努力了，我来把战绩发过来看看。胜利！姐姐，明天要不要参加一下那个？我不去，我有事。你收到没有微信？收到了。他们在公司现场给我发的。对。叶哥马丽很熟，我昨天晚上夜里一点多还在那给我推分。你们下次如果有机会，马丽还来这个节目吗？就说我说的，然后想吃马丽老师做的肘子，他就知道这个各中的缘由了。说说吧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说说吧，说说吧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说了，说了，让他做肘子。可能说起来未必就是那我气愤的工作的肘子。哎，让他见着你了，啊，我就是这种，好坏，出现了。但那时候马迪跟许天琪跟我都是一个队的，甚至还有人说我马迪有情侣，我有点生气了。人家经常说一句话，来个宝贝儿，所以我们俩的名字就是来吧和宝贝儿。哦，啊，那你俩确实是，你俩这个吧，就是怎么说呢？这是情侣，你俩又用情侣名，然后用一些小秘密，然后还吊着我们。你刚才走了吗？回了一句脏话。我看香香笑了，我能接受大家当众看你的不太能，那放下。你知道一般他们点凉凉我都很难受，一个凉凉难受，一个那个时间煮雨难受，然后爱的公园也难受。别反对，他最难受。你们会有很多朋友就是来一起看我的作品吗？有，真有。你们会评价吗？就他主动邀请了，我们就夸奖了。夸几句，但是有时候真难夸，因为硬夸。硬夸。所以现在让你看三生，你给我硬夸吗？三生我还用硬夸？是。哎呀，我天！上早就来呀，月琪。三生我是说要硬夸，但是我可是从头到尾看了的。说来给我看三生吧，说夸吧，说哇，你这个真好看。这个细节，别夸你孩子，这个细节。对。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能夸的，就是太鼓励他，他就不断的给东西过来。那你觉得这个好吗？这个呢？对，那听这样是有什么区别？哪个好？他像是过题一样。鉴赏师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还好有两分钟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哦，我这个人擅长工作赚钱，我忙，没有时间恋爱。爱情只能维持十八年，而婚姻是下辈子。我不相信这种不恒不恒能够造一种稳定的法律关系。林子，你看你自己甜吗？就你会被甜到腻？这个人还是不好意思。就是他这个我演的这个角色刚看嘛，没时间恋爱。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，其实恋爱成本都太高，好多人现在都不恋爱，身边很多朋友。但是很多地方是需要女性有一个稳定的婚姻的，所以他的选择直接就有空了，有空再结个婚。把他后人来站在先婚后爱，对。没有什么安全感。自身的，我觉得这个人在挺好的，不在也可以，就安全了。你不想听你是现任的前任的事情？我其实会想，但是他讲的过程一定要是非常非常反感。你看着他，他说你把他没反感，然后他就说他比方说这个人来，哎，我之前跟他了十五年的女朋友，然后我们分手，然后但是你不会想问为啥吗？你听完牛吗？你为什么记得清楚？但往往提问分手的原因，他就是有个让你往自己上面联想。啊？为什么？就是比方说啊，工作太忙了，抱歉，能干什么？我工作也挺忙的。啊，我肯定不会这样联想。我也不会。为什么会往自己上扯？你那事儿是你那事儿。那倒是。那比如说你知道了你朋友的男朋友出轨了。对，这事儿怎么说？不能说。对吧？嗯。如果你跟他说了，我就跟他说明确出轨这事儿，我说哎，好看男朋友在哪儿哪儿了，那就显然他自己去查。嗯。你还非得说把我看的跟我女的可不是你。你俩咋的了？那如果他诬陷我的话，我就会跟我非常对我就会跟我男朋友说，这个人以后不许理他。哎，全家听我。那你男朋友也不应该这样说啊？那谁跟我说了？我说你们怎么的？我说小事儿。对呀，你们俩在那边挑吧。那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在被欺骗？
这咱这牌就输不垫心了，万一他俩整成两个好啊，那和好了就分手。我是像你说的这样。我说那我可能看错了，真不好意思。那你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就大眼瞪小眼，不知道干啥。嗯。没话聊。不会啊。会吗？你说完行。好嘞。不过行，你得拜托一下嘛，我有拜托的事办事。嗯，你去吧。嗯，你求求我。我求求你吧。没有。那不行，求我也不行。哎呀，我去洗的。不行不行，那我大金银河再去。我去洗还不行吗？大金银河，你求我得去。先说好，那你晚上好吗？再金河。那你晚上午后再丁克。哎呀妈呀！刘静，你还敢学习？那人和人的相处还是需要一些技巧和方式。真诚当然很重要，但还是需要技巧。那也不要完全靠技巧，因为我现在经常刷到一些，就是这种说做成这样让男人离不开你。三句话两句六话的是吗？对对对，类似于这种，就经常看到这种，嗯，谁让这么追求的？哎呀，嗯，就是你跟以往的恋爱经验很难再用到新的人身上。啥经验呢？比如？就比如说，你觉得两个人应该是怎么相处，或者是应该老见面还是不老见面，这就开始。想见就见啊。但有时候不想，哎，那他是不是不是那么特别喜欢老见面呢？不是，你为什么老要担心对方的想法？我觉得有担心对方想法这个是可以的，但是你。不要告诉他你的想法，不要两个老互相猜，我觉得你老在互相猜。我喜欢他，喜欢我，喜欢他，他喜欢我，两个人在一起都不很好，只有我很爱他。那些老公也不很爱他，我也不很爱他。他是不是他其实没那么在意我，其实没那么爱我？那我是不是还要这样喜欢他？那我应该都喜欢他，我是不是应该像你喜欢我一样？你刚刚思考这个问题吗？你要是不够喜欢的话，你就不会想到这些问题。所有的见面都不用，我都只都要由你去主动提。对他，他不主动找你见面，那你以后主动找我。他们每次都是我找你，不是？那这种情感是自己要来的吗？那你是要来就行了吗？你要提出你的诉求啊！怎么要来有什么问题啊？一定要这么骄傲吗？就是能要来来得到就可以了。啊，那我现在都懵了。那你要告诉我们的时候，你不要找一个人来完整你在恋爱中啊，你要去完整自己。谁告诉你？因为你是不是没少看那些文章？我就为了你，你就是要完整，你就是短视频甚至。深切的受害者。刚才你们不也说吗？说你这个人，就是你有他也挺好，没有他也行。然后我就会觉得，那这个是……我觉得是这样的氛围，你是无时无刻没他不行，还是此时此刻没他不行？哎，有的时候那个人确实就是你的眼睛。但我其他时刻我也可以跟这个人待在一起，但只是那一刻我需要他。因为你不管跟多少个人在一起都没有办法，都比不上一个他。但是你不能因为他就放弃了所有的恋情。对，那就是没有。你不能压抑自己，你老是在否定，说啊也可以不用啊，也没关系啊，就是因为勇敢点啊，就是我喜欢就行，我太喜欢你就行了，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。但我有一天，你要真是有一天把我对你的喜欢消耗完了，就拜拜。我也不遗憾，因为我觉得我该付出的、该努力的都努力了，但是结果不好，那我认了。拜。嗯。想让我走，他不喜欢你，你也可以找他。就是恶心他，就是你想干嘛干嘛，这个事儿很重要。就是你想，你要把你自己放在第一位，这个很重要。就像一个护士去参加明日之子一样，想干嘛就干嘛。王老师皮薄馅儿大，脸皮贼薄，皮薄呀，然后馅儿大，想法又多呀。那你说，再想一想这个事儿。你先少看点短视频吧。我觉得很有道理的。哪有他说的有道理？你也说过比短视频有道理。我现在想开了，他自己客观条件跟我不太一样。跟这没有关系。还是一模一样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啥关系。然后你们做过那题了吗？都十六型这个东西。没有。我是个相对机警蛮子的人。恐怕不是吧。怎么样？你说我是个梦想家，我觉得你是，我也不是。你觉得自己是吗？当然是吧。我觉得我脑袋的梦想家是那种马斯克呀、乔布斯啊。没有接地气点的梦想家吗？就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是艺术家，但别人可能觉得他是狗。也有这种。这种啊，叫什么梦想家吗？像吗？一会儿一个花活，一会儿一个花。那有可能也算。
我们一模一样，跟我上次说的一模一样。这样我百分之七的他们在你的池中随处可见。是啥呀？我是一个很随处可见的。是啥呀？竞选者 ENFP。我是调停者。我是 ISFP。你百分之多少呢 ？ISFP。选他都选。我上次做的不是他。用他怎么准？我自己的人生我来定义，那你们不一样倒是。那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早饭点饿了，昨天中午吃的披萨。今天是可以吃。明天吃披萨吗？没少吃吧，我那天咱们那天晚饭我没少吃，我吃老多了，是我吃多。那早上光吃，我胖了，肚子一点点也没那我就瘦不太好。那可能从小不瘦。啊，从小不瘦。从小不瘦太好。我是吃主食的那种，我是真的会吃主食，夜宵也吃。何穗也吃，好晚吃。我跟何穗都在那待着，吃完还往下瘦，可真是服了。味儿确实不错，但是吃了半个多钟，我们也吃那么多。在这儿，你怎么还有点事呢？我就试试吧。赶紧，来，感谢可乐，姑娘。哎呀，这个声音都是人心声音。干杯！这可乐真是太爽了。原来和咱家这次投了好多口水，这些可乐一喝，小弟得一吃。这日子还咋的？生气的时候很容易一下子就磕到这里上了，就很容易
然后就被人家洗。那有时候也会因为自己一下脾气上来就觉得太烦了，不太好。哎呦，太不合适了，其实大家都不容易。就是哎呀，如果我当时能控制的再好一点，其实是要控制一下，对，其实还是要控制一下。完了，你俩是我们俩的眼镜的啥？不用碰到苦学姐在这儿哭了，我们需要这样的画面，但我们有任何来源哭过吗？没有。你们这种氛围很难哭，不是太这样的事儿。我们不会聊哭的话题的，聊啊，那就好。你俩都聊不了这种话题。他会文字可以，但我就嘴说不了。反正有一次，我跟那个女孩的朋友，我们俩都在不太好的感情里，他在那儿劝我俩，把我俩说在一起，痛说啥？不是喝多了？没有，我应该是喝多了，那起码是喝了吧？我的情绪到位了。你刚刚几个嘉宾真的失恋了，来这儿嗷嗷哭的那种。真的给嘉宾整哭，你也没法说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有被采访才哭过吗？可能。你上节目哭过吗？很难。也是此事还哭了。哎，你听到过最离谱的关于你的八卦是？说那没有八卦都是真的。啊？都是真的，没有。我不知道。那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技巧？就是这个八卦什么样的是真的，什么样的是假？我也不知道，很多东西看起来都跟假的一样，但就是真的。对，除非你去问当事人。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很多事儿。你很想问人。当时那谁，是你和那个谁的事吗？你老婆是谁在问？我有的时候也是在微博上看到说我要去这个节目。那其实真有。真的啊。我有这种，不是做这个事儿是要去吗？我们再接下，就那人啊，每天都在作家编，对，编中了也是中了。我以前的那个微信签名是得失从缘，心无增减。那但什么叫得失心？我感觉你对情感特别有得失心，得失心很重。就我觉得你在情感里特别患得患失，情绪情绪带走。我上一段感情就毫无进步了。然后导致我整个人也不太自信，也不太爱自己，然后就非常的依赖于这个人。怎么呀？你这人吓到我。怎么呀？他干啥了？站桌上吃饭。我现在心还没有平复呢。我也是。是吧？就刚才你慢慢的。得罪。老子应该你。嗯。我们就是那一下一瞬间变成银色了。我是啊，我在下一个感情里，我那个人特别不希望我难过，我都不敢难过，因为我难过他会非常不高兴。天哪，我天天都难过，他也不高兴。所以我就已经，我连难过这个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都不敢做了，我就没有好好爱我自己。那就是没有爱自己，那你怎么爱自己？关注自己的感受，关注自己的情感。哪怕他不因为我难过不高兴，我也要难过，这是我正常的情绪。他说：“那你这样我不高兴，我说你这样我也不高兴。”他说：“行，那你说不爱我，你跟别人走，就不要拿爱绑架。首先还是要关注自己的情绪，我们又没有强加别人，只是我们更爱自己而已。”嗯，我先爱好我自己，我再来爱你。让我来拍个合影吧。哎，你把你的桃花挡住了。没有，我桃花是旺盛的，挡不住的。我觉得咱这相机有点失真。哪儿不像？挺好看的。哪儿不像？就我本人一般。是不是照出来好看？